92年8月嚟香港，唔覺都差20年喎。你係咩？大陸私炒喎。嗰陣時住喺九龍城嗰啲棟樓咯，4個人住嗰啲100尺碌架床。我最高峰試過可以連1-2日添，但係我都試過3個月1日都未放過。 牛肉米，飲咩？熱茶，多謝。我叫側天潘，今年45歲咯，搞餐廳搞咗6年半到啦，嚇。 92年8月嚟香港，唔覺都差20年喎。香港大城市咯，喺鄉下出嚟，乜都未見過，鄉下都連高樓都冇嘅，所以乜都係好新鮮。嗰陣時住喺九龍城嗰啲棟樓咯，一家4口住喺即係好似而家叫劏房嗰啲咯，4個人住嗰啲100尺碌架床。 食，唔該老細。要咩先得㗎？同埋嗰陣時廣東話都唔係好識嘅啫，咁啊變咗坦白講，有時講嘢都俾人有啲笑咯。俾人笑咯，咪笑咯，冇咩㗎，咁啊都要勇敢去講㗎，係咪？負擔啊，其實一直都好大。99年中午畢業啦。 咁啊，出到嚟就東做下西做下咯，好短嘅，咁又做過廚房啊，跟嗰啲裝修師傅啊，其他嗰啲兼下職啊，後屘先揾到份工喺做倉嘅，咁喺倉嗰度做過2年，嗰陣時做倉先9000幾，都唔夠1萬。07年買樓。 咁啊，要負責供樓啦，基本都係啲費用都係要父母啊、仔女咯，供樓咯，呢幾方面。我喺2017年，咁啱我姐夫又係問我有冇興趣搞餐廳，計個成本，同埋佢又有經驗，覺得都係個好嘅發展方向，咁啊踏入呢行試下咯。結果一做就做到而家。 几多啊？咁啊，2019年坦白讲啦，一早已经回本嘅啦，咁又有一笔积蓄，即系有啲钱剩下啦，觉得个市场有得做下，咪试下抌粗粗去再开多间咯。点知社会问题咁疫情啦，都估唔到会蚀咁多钱。第一间呢度咧，最主要系嗰个外卖多咗咯，同食人少咗咯。 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，特区政府半个月内多次收紧防疫措施。从20号起的一连7天，餐厅除了指定场所外，全天禁止堂食。江小姐，好啊，拜。外卖可以有啲咩服务俾佢？WhatsApp啦，微信啦，跟住打电话嚟咯。 WhatsApp同埋微信啊，最方便，因為可以直接睇清楚啲嘢啊嘛，唔會亂咯。有時啲人打電話嚟嗰啲
講嘅嗰啲咧唔清唔楚嘅。基本我一日嘅喺鋪頭嘅時間都十一二個鐘嘅啦，最少。有時候要幫呢個頂下頂檔啊，呢個唔舒服啊，你咪要頂檔咯。嗰個突然間同你講話，哦，聽日有事唔翻，咪自己去頂咯。你都冇計噶。休息係有嘅，但係坦白講唔知道，未知數。我最高峰試過可以連休兩日添，但係我試過三個月一日都未放過。他們有時會來幫一下手嘛，負責收錢。一兩個星期過來一次咯，因為那些收銀都有哥哥教的。好不好玩？你覺得收銀？不錯。老爸平時有沒有在這裡做功課或者教你？沒有。為什麼？我本來班做的。平時咧，佢幾耐休息一次啊？好難講喎，以前就差唔多一兩個月一次，而家都幾個星期得一次咯。咁放假同佢做啲咩？佢同你哋一齊出去食嘢，一齊出去玩咯。上一次話放假時去邊度玩？唔記得咗。咁爸爸平時休息時候同你做啲咩啊？唔知道。要考好才可以去通常不去的地方。你上一次考吃什麼？吃全級地成上一次有什麼是吧？沒有沒有看手機好嗎？那我要看。家人有沒有怨念？家人其實有的，他都成日講噶，冇話其他人啦，兩個仔女都成日有時打嚟啦。爸爸，我哋好似好幾耐未見嘅，佢又我要去邊啊？啊，你都冇陪我去嘅。咁你聽到呢樣嘢説話，其實自己個心好唔舒服嘅。咁其他更加唔使講啦，仔女都有咁細個都有怨念咯，其他人點會冇怨念呢？係咪？個女。2016年出世，我2017年就搞呢間餐廳，我係陪最少佢嘅。交通小傳，好啊，係呢度都比較多啲，係咪？如果唔係都難做，因為呢邊都好少啲生客啊嘛，咁有啲人買餸翻去加餸咁樣。庆祝啊！食粽嗰啲，屋企有包粽咯，冇咩庆祝。假期我哋不嬲都冇得庆祝，好少噶。最主要都系佢哋细路生日先去，即系正式庆祝一下嘅啫。个节日都要庆祝，边度有咁多时间啫？有时都冇假期前后，即系好似呢啲咁嘅咁样。两个伙计，一个伙计病咗，一个伙计有事，呢样嘢我系完全唔够人。茶餐廳嘅難處其實好多嘅，因為其實人工啊、材料啊、鋪租啊，不嬲都係個大問題。但係其實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人工。我呢六七年嘅人工，比我當初開鋪係人工嚟計啊，已經升超過60%啊。而家唔夠人手，只可以譬如話有時叫呢個啊朋友介紹下嚟兼職啊，或者叫個朋友嚟頂下檔啊。最後唔得嘅，咪拉自己屋企人嚟頂檔咯。而家請人啊！最主要我呢邊位置少人過嚟，同埋嗰個出面啲價單太高嘅，我又俾唔起。而家出面嗰啲有啲樓面炒到去80幾蚊一個鐘，
我呢個啲價錢又起高唔到，都請唔起啦。六七十蚊我都可以啊，但係去到八十嗰啲我做唔到啊，七十幾嗰啲好難。哎，呢度好 family 啊，即係老細又對我哋好好嘅，咁即係大家同事好融洽咯，即係你係啦，即係大家庭咁啊，係啊。其實茶餐廳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實就算我正常續牌啊，一年的費用你大概都要使萬幾蚊嘅，因為很多譬如話叫啲人簽嗰啲證書啊、爐具證書啊、消防系統證書啊、通風設施證書啊，因為嗰啲人要嚟檢查啊，出張證書俾你簽一簽證書，每張證書都收你千幾二千蚊，其實一個月你固定嗰度都要使翻萬幾蚊落去嘅。包十年衞生啊！你同佢講一下。佢梗係包嘅啦，因為之前個食牌問題啊，直情係要改個名嘅持牌人，因為嗰啲起面過唔到消防，冇證書，咁啊變咗我一定要重新換過啲新嘅，我先可以有張合格證書，先過到消防。如果唔係，我係攞唔到嗰張食牌。人工即係裝啊，跟住等埋啲舊啊，成嗰啲嘢，總數就四萬幾咯。你啲嘢攞曬未啊？攞曬啦！拜啦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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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哋出嚟將來冇啊，繼續做落去咯。咁你始終學歷又唔高，好似張張都，但係張張都唔嚟。咁既然呢行都做到六七年咯，其實係辛苦咯。咁你話揾到食又唔係好揾到食，咁你起碼都好過出去打份工。以我成日同我老婆講一句説話，以我而家嘅本事出去揾份工，我都係得個一兩萬。咁但係呢度我點樣維起上嚟？我都好過嗰一兩萬，係咪先？咁我做仔都要做到個仔女去讀完書，